怪了，这太神了。什么？姐姐？要不要穿过来一起住？真的，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？就蛮开心的那一种。还好吧，在耳朵里面吹气啊，没有啦，在那边，在他那边轻声细语而已。多悄悄话。对对对对。嗯。好，其实 MV 呢是，这歌叫躲不了，啊不不，恋人唱的歌。还有这是哪个艺人啊？连自己的歌名都不知道。对对对，因为躲不了是明天要播的，我已经有点混乱了，因为最近在忙那个泡沫之下，昨天又帮演员定妆了，那个什么整个都乱掉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 MV 的剧情呢是，啊，我是个艺人， uh-huh. 我是个歌手， uh-huh. 然后呢，你说女朋友， uh-huh. 然后呢，我的经纪人就是，请你拆散我们，对，请你离开我，不要阻止我的事业吧，嗯、uh-huh. 对，嗯哼，因为其实我也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今天来这，然后导演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讲，然后反正就抱着来。好玩啊，来玩的心态吧，我也没有很多压力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因为其实一直都很想找他合作，但是呢都没有机会。那这次呢，因为每个月呢都要拍 MV 嘛，那我觉得希望呢也可以有心如的加入，然后呢让我这一系列的 MV 有一个强心针呢。再加了泡茶。好。可以了哈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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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班长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记者走过来，看，看，你看，看一下，记者。OK。好，各位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换衣服。这是 NG 个试试。我觉得导演会从各个角度看我播嘛，所以很会试又尴尬。有没有一些新手就很想一起去解决就算了。因为还好不是说太久太深的认识，这还没有到有时候。我要早点他。好像有说，等一下拍一个你播我的版本，再拍一个我播你的版本，对，然后看到时候哪一个是好。要是影评赞助，到那个谁还要被泼水？不像他们讲。水蛇发嘛。像他们直接想说找金鱼去合唱，嗯，合唱下一期。哎，而且我有听他专辑，我觉得蛮好，挺可爱的。对对对，对他还有帮我录那个 VCR， 就是助我发片。那要不要讲一下那个宣传有说要特别诚心的部分？讲一下。哦，就是说我什么被剪辑、被剪刀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帮讲一下的，应该不是这样吧？其实已经是多少有点用，会帮他剪辑。什么新闻？今天还没看。对啊，就，哎呦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就是大家当艺人一定都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啊。我也觉得我自己的状态都保持很好。那可能有时候因为一些因素或干嘛，有时候出来的照片一张都不能理想。那如果拿那一种很丑的照片，刚好你打哈欠或干嘛，被拿出来无限放大的话，我觉得这还蛮伤的。今天早上看到那个新闻有没有太高？对啊，其实昨天就知道了，就有点小不爽。我没关系，就泼我水没关系。全部放在他身上。OK， 好 ，OK。